再给大家扯淡一个那个华人老区啊，这个丁胖子广场，这个丁胖子广场啊是在网上非常有名，因为我的人生也是从丁胖子广场开始的，12年前。现在那个丁胖子广场基本上是成了走线移民的大本营中转地，因为那附近啊生活相对比较便利，你要找工作找住的地方找吃的，你没有车也能把这些问题解决，所以这种便利的位置和条件就成了那个非法移民的天堂。所以说那个丁胖子广场现在那个治安啊是非常糟糕，打架斗殴，那个扯淡骗子那个横生的坑蒙拐骗在那个地方是常常发生的。因为很多的走线移民过来来到美国呀、是弹尽粮绝，生活困难，有些时候人在那个深层的压迫下呀他是没有底线的，这叫饥寒起盗心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丁胖子广场啊，最近这一两年的这个治安是急速的在恶化，然后坑蒙拐骗时常在发生，那个好吃懒住苍蝇蚊子臭虫这个老虎狮子都在那个地方集合了。所以那个丁胖子广场啊现在那个生态啊已经发生了和我来2012年来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变化，因为现在可以这样讲是没有底线，那个地方美国的那种各种大省都在那地方汇集，什么瓜逼大省那个各种各样的大省都在那个地方作为根据地，作为人生的一个加油站，找到工作了出去跑到美国去那个国市国州去把钱一赚，赚些钱有一些收入了，然后再回到那个丁胖子广场来寻找那个自己的同类，来作为人生的重新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休息。因为那周边的那个家庭旅馆是比较多的，那个成本也很低，10澳美金就可以搞一张床，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住下来，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吧。现在我们从森林湖到耳湾了，我今天带大家转一下这个社区，这是耳湾另外一个比较那个格局啊，社区比较好的、比较火的一个社区房屋，因为这个社区的房子啊，交易量非常活跃，过去这一两年涨幅也非常大。它是在斯东格提对面的一个伊斯提乌的瓦雷吉。这个社区的特点就是房子格局好、敞亮，然后所以说整个流动性就非常好，因为大家来看这个社区的房子啊，都能看上。我带大家边转这个社区，大家跟着我们这个镜头，我边给大家扯淡。这个社区的房子现在有3房的 condo 啊，有那个200多万、300万的独栋。它是耳湾这块的目前最优质的几个社区之一吧。一个社区的房子好坏啊，我们要看首先一个整个大社区的一个结构，大的一个规模怎么样。这个它的规模非常不错，这个社区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社区的整个的在耳湾的位置也非常不错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一个，这个社区的房子的格局非常棒，
只要买家在这个地方来，基本这些格局都能看上，也就是说奔驰七八十的格局大家都能够看上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把尔湾所有的房子都看完了的，有很多社区的那个房子格局啊是有问题的，奔驰六七十七八十格局有问题。所以说你像那个 Paul William Park 那边的社区的房子的格局就是有些问题，它所以成交不活跃，它的涨幅啊涨的速度它就没有那个尔湾那个 East Wood 的挖那些快。你包括那个 Stonegate 这个社区，因为我在那个社区比邦克的买的比较多一些，它的涨幅它都没有那个挨着这个对着两个小区对着的那个是 East Wood 的 Village 这个社区好。原因就是一个格局，因为这边房子的格局非常不错，所以说大家一来都能看上，资金和人流的就大量的涌入，资金人流大量的涌入，那个这个自然的这个社区的房子会快速的上升，所以说这个社区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。扯到这儿，把那个小区给大家讲一下，今天走那个小区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说那个丁房子广场啊。这个丁房子广场啊，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啊，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，也是那个梦想破灭的地方。很多人从其他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来到的丁房子广场，然后你对美国那个社会的认识，从那个丁房子广场开始，你就知道自己适不适应美国，你能不能适应在美国那个社会，你能够在美国那个社会去生存，去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你在丁房子广场大致你就能够去有一个感受。你能不能在美国这个社会分下去，你通过丁房子广场短暂的一个休养休息，你就能够去给自己做一个衡量评价。因为很多那个来了美国，你一无所有，你丁房子广场这个地方是你最适合的，因为各种生产那个成本是很低的。你要在美国那个洛杉矶啊其他地方，你生产那个难度就很高了，你没有车，你很难了，非常困难。所以那个丁房子广场，对华人来说，对那个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穷屌丝出身的底层华人，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，特别是刚刚来美国，这种吸引力是很大的。我现在对着这个房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在美国那个底层华人的这个生活状态，你在这个丁房子广场，你都绝对能够全面的了解到，去感受美国那个华人底层华人生活的那种艰辛，人性。在那个深层的一种状态下，它是完全给展露无遗，你的那个自私啊、冷漠啊，为了金钱没有底线啊，这个女人为了要生存，对不对，卖淫啊，那都是在丁房子广场都能够看见，都能去感受到。因为那些全是集体虚设，各种业态，各种社会生态，你在丁房子广场绝对都能够去看到。所以大家来美国那个可以去丁房子广场，可以去感受一下，去那个一定要深入群众，深入像我们这里屌丝的那个生活之中去，你才能去感受得到，感受这个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存状态，才能知道来美国那个
生活真的不容易，那么我们更要去珍惜自己的幸福快乐生活。好吧，这期给大家扯到那样多。丁胖子广场，有兴趣大家可以去那儿去参观访问。好，谢谢大家。